您好，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找谁啊？你们那个马总，马国庆在哪个屋？不好意思，我们马总还没有来公司呢。几点了还不来啊？当老板的都这样。这样，我到他办公室等他啊。那这样吧，我先跟他的助理艾米联系一下。等预约过了，您再……不用，我自己解决。我现在在你公司呢，限你十分钟到公司，要不然我给你公司砸了。哎，别！您老千万少下定，少下定。我马上到公司啊。怎么是这个样子的？穿这样还敢来公司啊？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岳父大人，来，您上座。您到我这儿，您就别客气了。来，坐。我这就给您啊准备喝的，咖啡还是红茶？不喝，都被你气饱了。啊，岳父大人，您不要生气，气大了伤身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儿有上好的普洱，今天呀。您务必得尝尝啊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来，您喝杯茶消消气儿。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。我问你，你错哪儿了？啊？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姑娘威尔想要孩子，你为什么不要要？啊？她老了以后靠谁？靠你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没想长期跟我姑娘过是吧？玩完了给我姑娘甩了。哎，没。哎呀，岳父大人，您坐，您消消气儿，您先坐下。您呐，您坐下，您误会了。这个呀，您听我慢慢说啊。我呢不让威尔生小孩啊，有两方面考虑。其一呢。这您也知道，我已经年过半百了，我现在呀没有精力和时间呢再去养育一个小生命了。这有道是养不教，父之过。万一我弄出个孽障来，不仅毁了我一世英名，我死也不瞑目啊。关键是第二条，您想想啊，威尔今年才22岁，再过十年32，再过十年也才42岁。这中间万一我提前走了，如果威尔没有孩子的话，还可以再嫁个好人家啊。至于威尔老了靠谁啊，这个您不必担心啊。您等等，您看我已经给威尔啊办了千万托管基金了，我保证他绝无后顾之忧。岳父大人，这样说吧，我的人生规划是呢，再干5年我就退休，在他退休之前呀，我会在海南岛啊租块地儿。啊，来，岳父大人，您来。哎，就这儿，您看见这怎么？海南岛，这海南岛跟我有关系吗？等我退了休之后啊，我就带着威尔啊去海南岛。哎，这不行，威尔走了，
我们俩不成失独老人了？如果二老愿意的话，可以一起去啊。房子我给你们买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跟他妈还得伺候老家呢。等伺候完了呀，咱再去。咱们在海南岛汇合。不去不去不去，当地话听不懂，两眼一摸黑。哼，去那干嘛？人生地不熟的。会有事干的，我都想好了。到时候呢，我在那儿啊，开个小农场，牛啊、羊啊、马呀，咱随便养啊。你这合着让我去干活啊？啊，我没赶上上山下乡啊，到老了给我补上是吗？哎呦，瞧您说的，咱不会雇人呐，咱不缺这个呀。雇人？嘿，雇人？你看。一遇到干活啊，我就把自个儿往里面想，苦命啊！哎呀，这海南岛是个好地方啊，四面环海，蓝天白云，空气呀非常新鲜，特别适合于养老。您和我嘛，奔波劳碌了这一辈子了，就该跟着儿女们啊享享清福，咱安度晚年呢。行。那儿能开拖拉机吗？瞧您说的，那地儿啊大了去了，您可劲儿开。哎，再画上那个线啊，到时候我随便开是吧？都自个儿家的地儿。到时候啊，我帮着您一起画。你真帮我画那线啊？啊，行，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尝尝，哎，啊，味道如何？真不怎么地，还不如我这个好呢。我这个是高木。哎，我说马女婿，这画线的事儿，一言为定。好，岳父大人，今天您来啊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以后啊，常来，咱们一起喝茶啊。哎，你刚才说的呀，哎，还真有道理啊。哎，这要孩子的事儿啊。以后我黑不黑白不白的别提了啊，威尔就是热乎一阵子。我听您的。哎，晚上到家来吃个饭，哎，说说软话，服个软，这是就翻篇了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毕竟这事儿啊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啊，岳父大人。哎，是是是，进进去。哎，小心台阶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先生。哎，啊，这。装修的不错啊，岳父大人，工作环境也是公司实力的一部分，您说对吧？你说的太对了，你们做生意的呀，面子比里子还重要。行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啊，一会儿我回去啊，我就给威尔打电话啊。你别打，我让他把手机关了，他在他屋里猫着呢。哎呀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哎，让他开机啊。哎，好好。哎呀妈呀，真护着我嘞！啊。